代感觉就是像那首歌一样那么的久远啊。南京不要留白啦。是的，这位帅哥其实他就是现在我们中视的那个男主角，有没有？苏有朋，大家一定很想知道他命运如何吧？那赶快进行今天的单元喽。1988年，苏有朋加入了当时风靡全国的小虎队，所有少女全被征服，造成国父纪念馆大爆满。而1990年时，小虎队首次加入电影演出，这也是苏有朋第一次挑战大荧幕，成绩也是相当的不错哦。而在1991年，当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台湾大学，成为学生歌手的优良典范。然而在1993年时，因为团员一个个当兵去，小虎队正式宣布解散，苏有朋也开始朝多元化的发展。1995年时，苏有朋进军湘江，在当时和金城武、吴奇隆、林志颖被誉为四小天王之一，备受大家看好。而在1997年时，苏有朋首次向大陆市场延伸触角，造成强烈旋风，气势如虹。是的，我就是童年的偶像。好恶心吗？对啊，我是苏有朋。我出道已经有13年了吧。那么一开始就是从校队开始咯，然后一边也念书，到后来离开大学以后开始去拍戏，拍了几部戏以后呢，到最近的演的这个《情深深雨蒙蒙》啊，这个搞笑的杜飞，我自己觉得都还蛮用心的，而且有一点点进步吧，这样。那其实我觉得因为在演艺圈也待了蛮多年了，所以我很相信冥冥中有某种命运吧，就说有时候你会受欢迎，有时候你可能也会有一些谷底这样子。那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想要请问一下，就是关于未来的运势，事业还可以有，还可以红多久，还人家还会看我多久。今天第一位特殊算命法老师 Tony 自创头发算命法，一双手除了能够拯救造型之外，还能洞悉你的个性。楚倩倩精通中西各国算命方法，也是彩妆造型高手，研究另类化妆算命法，教你如何 DIY 掌握自己的爱情能量。那我们先请这个通灵先生，而且他很炫，他是摸一摸你的头发就知道你的个性，这太神奇了，摸头发就知道。那如果烫过怎么办？他一样可以知道啊，还知道你烫过几次。原来就是我，还知道是哪一家烫的。太神奇了，那是哪一家药水？托尼老师，请摸。我摸一下吧。好，你真的这么神奇？为什么一摸头发就会知道？不晓得，我应该是说我自己有种奇妙。剪头发剪久了，我剪了快30年。那每个发质我大概摸，因为基本上每个人的发质都不同啊，包括你的父母亲都一样，本质性会不同。那我摸到，虽然我们他的头发属于一般我们称为头发发质比较硬、粗硬的人呢，其实他的本质跟现在大家所看到的，比如说你的头发本身是粗硬型的人都一样，属于直型的，完全没有自然卷的人，你们都是属于脑力用的比较多的人，脑力用的相当多，比如说比较印象派，我们讲一个比较印象派的方式，那你比如说他感觉派会比较弱，在感觉的方面会比较差一点，所以相对的，比如说他一般用脑的人用多，你的运气就用的比较多，因为你用的脑筋是想出来的，你想出来的东西之后呢，想的东西越多，密度越多的人，你的想法就越多。那加上一种卷头发的人啊，那种是已经不仅会想，他甚至会转弯。那一般头发比较直，比较不会转弯。哎，真的耶，真的，我认识那种卷毛超会转弯的。真的吗？可是我自然卷那是怎样？自然卷啊，我本质上来讲，就是胡思乱想比较会容易胡思乱想。乱想一通。比如说，他一种自然卷是稍微弯一点点，有没有？这种是比较迟钝型的人。他想法会比较迟钝，那所以弯很卷的，很卷那种是想法非常多、比较敏感的人。所以苏有朋是属于直的，我觉得他是属于直的，很直的那种，脾气会相当暴。那如果说像有烫过头发啊，或染过头发，会影响变的。所以说染头发跟烫头发都会影响一个人的运势，很大，相当的大。运势那会影响个性吗？当然。那假如说像一般的人，如果说他因为发质本身就有这样的问题，那去护发啦，有效的，或者是也是有效的，有效，因为他会经过物化改变之后。改变你周遭的运气，比如说你都不染头发的人，你遇到一些你要增进人际关系，很多人都是染头发，就为了增进人际关系。是哦，你看很多人是这样子。那要什么颜色对人际关系好？对啊，我们讲一个咖啡色是最基本的。咖啡色，呀，咖啡色系。苏哥哥，你是什么色？你叫人家哥哥，你会不太恶心了？真的，我搞不惯。我想说，小时候就看着他长大。
有蓬，他有染过吗？有吗？你有染过？我自己以前染的，我现在是黑的。他现在是黑色。其实本质头发黑，他正在旺的时候，发质是会亮，而且我很黑，我是黑到会发亮的那种。是的，是的，这、嗯、就是好黑又很亮，又亮，是最好的现象。这是从头发来分析这个个性，所以他最好跟他的结婚对象，他的另外一半一定要非常十足的女人，就非常的感性。哦，真的吗？怎样呢？比如说。头发发质比较细少，哦，然后比较柔，哦，必须是柔，没有你的头发太粗硬了。谢谢。这种够不够？这种，还有头发细细少少的女孩子，完全很柔的。然后你是用心用很多的，用感觉派比较多的，感性派比较多的，不是那种物化啦，接来接去的那个体贴本来是基本的，你还对女孩子变成是基本面。那女孩子最适合留什么样的？其实如果正规来讲哈，女孩子。如果你想要结婚比较容易的话，一定要留长头发，而且要过肩，一定要过肩。我也过肩了。那男生呢？男生。男生的话，基础上来说的话，像苏有朋，他属于比较传统男人的个性了。我们讲他，其实他非常保守的一个人，他觉得要求的女性啊，要在他的范围完全看得到，他才会有安全感。真的吗？是这样啊，有朋。真的吗？我会蛮没有。你占有欲会强吗？占有欲还好。可是我会比较容易没有安全感。我可以搬到你们家附近。好。你买一个房子，我跟你住好了。有朋友，你会太堕落了。是他讲后面那一句啊，是我买房子，他来跟我住。所以那意思就是说，像苏有朋这样的个性的人，基本上他不能够去跟圈内人谈恋爱。你要不要退出？我为了他，我退出。因为他跟圈内人谈恋爱，他没有安全感。Tony 老师，我们可不可以给有朋友一个建议，就是说他其实最适合留什么样的头发？其实他现在目前的头发相当好，就很适合他。在隔夜大概30岁左右的时候，一定要把头发完全看不到白白的头皮，哦，会更好，会更好。那时候你要稳定性，那就戴帽子哦，也可以，但是不见得你把头发留长一点点，梳顺。梳顺它，现在有一种那种稳定性比较，现在有一种那种神奇杰克有没有？喷那个，然后毛发就会长出来，就看不到头皮。天哪，对，就还没有到那种程度。Tony 老师给大家的意见有以下是3点：想知道化妆如何算命吗？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之前呢，我们有朋友就有画了一个女生的相，从这个相就可以看得出来，素朋喜欢哪类型的女生哦，真的哈，看看这个佳倩的样子。我刚刚就是准备了10张脸谱让这个有朋友选啊，结果他就选了这个倒三角形的脸。哎，对，就是说其实有方形的、圆形的、长形的，结果他选的是这个心形的脸。我也算是，哎，对，也算是。你有人了，你别不用再问，好，来继续。那像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啊，其实个性都是很敏感的，所以代表说有朋友他喜欢的是属于那种。心思比较细，然后比较敏感的女孩子，就是说那种感受力要好的，而且要有艺术气质的，就说气质要比较重要的，对，然后要钢琴，你学钢琴，你会唱歌，是，现在可以为了她练古筝。妹妹，这样也会有点，哥哥会有点太荣幸的感觉。你觉得心动了吗？你不要这么明显，我会太心动。私底下我再告诉你，原来你喜欢主动的女生，让我们了解了。OK， 那这从那个他看的那个有化妆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女孩子的样子是不是？我们先来看一下她的头发哦，她画的头发实在是太特殊了。你看她画的是稀少，是属于那种就是说很奔放的头发。她喜欢那种不会是那种很乏味的女孩子，她希望这个女孩子就是说除了容貌上面，因为她会选这种倒三角形的。脸型就是代表说其实他很注重一个女生的一个容貌，就基本上这个女生的容貌是要可以他喜欢的过关的。再来发型画这个样子是代表说他喜欢这个女生是多才多艺的，然后是个性上是比较变化性比较多的，他不喜欢那种很呆板或者说很死板的女生。可是又要给我安全感，很麻烦吧。你这找自己麻烦嘛，哪有这种人，他基本上是人格分裂的人啊。他喜欢多重性格的女孩子，你从他画的这张图就非常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他选了一个非常女性化的一个脸，可是呢他竟然画了一个非常阳刚的健美，他给这个女孩子画了一个很有个性的美。基本上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代表什么？代表我真的不会画画。我们真的也蛮看得出来的。还有就是说他选的这个眼影的颜色是非常非常保守的，所以这代表说其实他喜欢比较内敛的女孩子。所以他这个女生很聪明，可是不是太聪明外露的，是要能够保留的，然后有神秘感的。
然后是顾家的，是这样吗？有朋是这样，我觉得跟我有点像。爱的其实是自己啊。没有，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大家在一起相处还是不要太无聊，就如果真的是乖到那种很无聊，我觉得也没有意思。可是在聪明之余，我又希望他可以给我安全感，不要让我觉得哇，那会不会哪一天就不见了，那照就不见了这样。还是有他喜欢的女孩子哦，就是说很难完全表现在一个女孩子的身上，可能比如说像赵薇跟林心如好了，哦，他就是要加在一起才行，对，就是要加在一起，反而是我们两个吗？那请问一下楚小姐，像这样这两个女孩子，会是就是都是他喜欢的典型，对不对？女孩子会是。就是都是他喜欢的典型，对不对？应该这样说，就是说其实他会比较喜欢像林心如这样子一个外貌的一个女孩子。我当选的，因为当选的，你刚选什么劲儿啊？不过是你的面具吧。林心如她的外貌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柔，然后比较有女人味，可是最好她还有赵薇的那一种顽皮跟那种开朗很坦率，在私底下相处的时候她会希望说她有像赵薇这样子好玩的一个个性。 OK，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嘴唇哦，还有你们可以发现哦，这个有朋她把她的嘴唇的唇形画得非常的明显，所以其实她是希望说这个女生是外柔，可是他内在要他自己的思想跟他的原则，然后他不要是一个随和到完全没有自己的中心思想的人，他也不喜欢这样，会管不了我。对，顺从会管不了我，太顺从他不行。其实懂瓜一句，苏有朋喜欢就是两个综合这样，对，就是外表是这样女生，内在这样，对。难怪两个都跟你传绯闻，还有来进行气道，而且他的嘴唇啊，他画的就是说上下的嘴唇几乎是一样厚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在乎他付出了多少之后，这个女生给他多少回应。如果说有朋他单方面一直不断的付出，可是这个女生给的回应就是那种感受力很差或互动很差，他也受不了。哎，你很奇妙哎。基本上因为我其实不太会画画，一些女孩子妆我都不会画，所以我只是就是随便画而已，可他讲出来的结论竟然是准的，真的哇！心理测验很神奇，对不对？有一种那种心理测验的感觉，要不然只能叫做化妆真名法了。对啊，那有朋告诉我们好了，你自己觉得，我们不要说是这两个人，我们就是光讲这两个类型的女生好了，你觉得哪一种女生比较适合？我觉得我个性其实虽然外表看不出来，可是其实我觉得我还蛮也算是强的，比较强的那一种，所以跟赵薇有时候会个性上比较适合做朋友，要不然我们两个可能会一天到晚就会闹，对，就吵起来。我要听你还你听我，你干嘛这样叫我？我会这样觉得，你干嘛叫狗啊之类的。对吧？那又是心理学生了。楚倩倩老师给大家的意见有以下这三点。观众朋友，你快看看身边的朋友有这种人吗？好了，那夏先录完影之后，加油了。好，非常谢谢。